三年，史官称此年为荧惑之年，荧惑杀戮也。那一年，魔教问鼎中原，武林纷乱不止，生灵涂炭。以四御剑派为首的正道领袖，为抗击邪魔，创立倚天盟。双方在青木崖上展开了惊世骇俗的激战。那一日后，江湖格局大改，邪魔覆灭，四御正道也退出了历史的舞台，取而代之的是太乙、少林、灵月、天刀为首的新四大派。时光一晃，23年，人们依旧沉浸在安乐下，旧时的野心家却在休养生息后偷偷伸出了爪牙，而少年侠客的种子在一个无名山村内悄悄萌芽了。
Thank you.